开饭，先吃个哦，小鱼掉了，小淑鱼掉了，小淑鱼，小淑鱼，然后红烧肉，猪尾巴，嗯，说得四分五裂。尾巴，红烧肉，小土豆，你们还在吃，
十字道韭菜鸡蛋馅饼，这个是薄皮馅儿多。看，好烫。它这个饼比较划算。嗯，要不？这是十字道的薄皮鸡蛋馅饼，它的配料又干净，而且还是独立包装，29.9给姐妹们发20个，就是两包，姐妹们到家油煎一煎就可以了，在外面这一个起码都要2-3块、3-4块，我们就是1块多，29.9到手20个，而且十字道的东西是真的做的比较不错的，每一个品都好吃，它的配料还干净。现在开学了，给孩子做个早餐。好烫，还可以啊，就是有点烫。姐妹们家里面如果有电饼铛的可以。好吧，好吧，看吧，馅都是比较足的。煎好了就直接来拍视频了，都没有等它冷一下。它里面就是韭菜鸡蛋，韭菜鸡蛋末儿嘛，啊，韭菜鸡蛋粉条，好烫，嗯，你烫完了。好烫，今天吃个萝卜干配稀饭，吃的是这款。
好爽口，好爽口，好香。